李宗伟的防守也是非常好，我们说了这两名选手就是现在世界上防守最好的两个男单运动员。看到林丹的被动情况下这个救球的能力，李宗伟也是一样，球很精彩。对，抢网啊，双方都是把球打到最绝的地方，最终经过这个多拍之后，林丹回球出底线。这球非常的精彩，双方一个我们看到突击啊，尤其像林丹的刚才几个进攻质量可以说也非常好，但是李宗伟还是把他救过去。那么李宗伟的进攻也一样啊，有好几个非常有威胁的，那么林丹也是把他救过来。